用你，你不要跨，你干嘛？跨，跑完你那个腿不要，你有那个cushion的感觉啊！你要硬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很软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妈妈气球抓紧一点，抓紧一点。哇塞，这个气球，哇塞，这个气球，哇塞，欢迎，哇，厉害了，哎呀，我有保留，到这边，怎么感觉还没开始就爆了？看着他自我介绍一杯气。 Hello， 我叫 Yumi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的三围是31、21、32。他看着他讲，对，他要爆出来，我觉得就有点害羞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的那个星座是什么？我是巨蟹座，巨蟹座，很顾家的那种。哦，都关在家里不出门啊。变化？哎，变化不大，还好啦，还是老深入定哎。对啊，哎呦，可以可以 ，OK 的，绝不会等多久。哎，来 ，Yumi 有没有到170？没有 ，no， 难怪啊，所以他比较淡定一点。有啦，有啦，这样子有，可能这样也有差。可以可以，有没有165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你要介绍给我吗？他没有，没有，可以啊。这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没有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嗯，我喜欢可爱的。可爱可爱，刚好那个杏花可爱，可爱啊，酒窝，笑一下笑一下啊，双眼皮，双眼皮，有，两点都不。那你看到两个单眼皮站在一起会想吐？不会，我觉得杨森达也蛮可爱的。杨森达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阿武嘞，可怜啊可怜，你为什么要知道真相啊？那我也算，对啊，就保留一点秘密吧。真的何必呢？那看到那个张立东会吐吗？吐。恶心感，开玩笑的。那你如果男朋友，你有年龄的限制吗？我觉得大概15岁以内都可以，大我15岁以内。吓我一跳，15岁以内，小我15岁，就是三十有。那你现在大20？我25。25，所以40岁以内到四十岁以内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测试。爆破！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爆破？亲密爆破，女生坐男生腿上爆气球。哎呦，完了！哇，这个200颗，200颗，200颗，辛苦你3颗了。来，是的，其实我有气球恐惧症。你啊，真的？所以那你做底红，没有气球恐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大家都会怕吧？没有啊，我以前睡不着，我都是。真的？太哦。好，你知道怎么玩吗？坐在上面吗？对，把它弄破，什么姿势都可以。哇，什么姿势都可以啊！哎，卖气球好了，105，哦，105，讲到姿势就105，105了，111啊，111，哦哦哦哦哦，有规定吗？来了，坐吗？去帮忙，预备。那你要说华华，我要坐你喽，我们来坐吧，这样。华华，我们开始来坐喽。华华，哎呦，哎，还有。请上，请上。哦，80而已。好，100、101，不是，我要 hold 住了。啊，你要搭他的肩，搭他肩，搭他肩，搭他肩膀。好，把上跨上去，用力，对对对，用力，对，85、87，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用力，你不要跨，你是不是在享受啊？所以我跑完，跑完，跑完，你那个腿不要有那个 cushion 的感觉啊！你要硬一点，脚脚会打开哎。对对对，好，很软，硬可吗？要不要？你妈把气球抓紧一点，抓紧一点。哦，哪里爆了？反而很冷静哎，才60几下。第二颗可以正面，两只手在肩膀吗？好，现在正面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正面，正面了。97，好来来来，对对对对，看他，用力用力，对对对。好，再来，正面100，最后95，刚刚那一下，两个，他有到100多，100多。最主要是他坐下去的时候。气球爆！你手怎么没有打开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抓住了，不是，我打开，不是，不用，不用，不要扶胸就好了。89、101，这气球这个没做，这个没做，好玩。97，这个游戏好好玩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太轻了，你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用力用力，好开了，开了，加油加油，笑着玩。哇！最后一颗，喜欢，最后一颗，没错，最后一颗了，加油啊！哥，这一圈，加油啊！哎呀，
16，哇哇，他可能心脏比较弱一点。对，因为他刚刚脸已经，所以我老会心脏。对对对对，而且他一开始节目就讲了，他有一点，你心跳很快，真讲，哎，我们这里，我们这里，这里。他一开始就讲了，他就有点后知后觉型的。是，对呀。他可能现在撤比较，而且他血液已经集中到其他地方去，耳朵了。哦，你现在才站起来啊？没有，我说你现在才站起来走进。我不敢看，我有尖端恐惧症。OK， 这个吧。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差不多是我喜欢的型。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玩你要求很高，算差不多而已。现在升温好快。喝脸颊，深情的抱一下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可以都选吗？是吗？好像现在的冷静是他的，对啊，那我就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这个我是自信的。来，人家现在就配合你来。好，来来来，深情抱一下，然后抱一个嘴，互动一下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什么节目？不是你搞错了吗？不要理，预备，请开始。哇哇塞！其实这个应该要撤了啊！好，请坐。哇塞！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什么？你很爱拉哎、欸！你是拉扯系列的冠军。而且那个内裤、那个是纯布哦，那个地方没有没有，老板就长这样。你怎么把你把四哥的话讲掉了呢？哇哇哇塞！哇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个角度 ，Can you say？哇塞，那我们也来外拍嘛？技巧尺度，哇塞，8颗星！哇塞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挡住我们的视线，对对，敲很多次了吧？这个，哇，这个太厉害，这个太厉害，而且他抓刚好，有没有？是，丝毫就是在那个边缘边边那个隐隐约约，就那条线旁边，黑黑白白有没有？黑黑白白，天哪！哎呦，但是内裤整个也都是非常的哦，对对，最色的人才会直接看内裤。专家，不是，我已经看完了。色王，是你们看太慢了，也这样子，没有啦。来，欢迎第一位，有请。哇哇塞，今天也游走边缘呢。哎，龙龙，哇，请自我介绍，请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龙。龙龙，龙龙，请问你的三围是？我三围是32F23，33。哇，你是飞机呀？座位 F16，35F的弟弟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的星座是？双鱼座。你的双鱼座，多情，好可爱啊！你在做什么行业？我蛮多工作的。哦。我正职。有在接你一些正职，讲正职就好。手机行。就是手机周边商品这样子。哦，对机型很熟悉。那你的其他的行业是？还有拍照、外拍、外拍，还有呢？还有直播。直播。OK， 那请教一下啊，谁教你这样拍的？对啊，摄影师。好厉害！他就说要这样拉，比较厉害之类的。当然这个很厉害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亲自拉。